Hello， 又是我粉岭中心分行 Kitty。 今天我会同大家去看花都广场。花都广场是恒基和华茂合作发展，在1995年入伙，一共有10座，提供2710个单位，而屋苑亦设有会所设施和自设商场。商场就设有不同类型的连锁式食店和零售店，更设有不同类型的民生小店，能够提供住户的日常需要。而交通就可以过对面的华明村巴士总站，有多条路线往来港九新界多个地点，亦可以步行约10分钟到粉岭东铁站，交通非常方便。今日要介绍的单位是一个实用面积370尺，属于两房设计，一开门就会见到一个宽阔的长方形厅，地下铺了地砖。我哋换个角度再望下个厅，而厅嘅景观就望翻屋苑嘅内园景。厨房长方形设计，有厨柜明火煮食，保留住发展商原有嘅装修。我哋睇下第一个睡房，有两个窗，非常宽敞，足够放双人床、衣柜。而第二个房间亦可以放到双人床同埋衣柜。洗手间有窗，业主就将发展商原址的浴缸改咗为企缸。大家对我介绍的楼盘有任何查询，记得联络我 Kitty 啦，拜拜。